应王子邱胜翊深蹲跳舞裤子爆裂，不怕掉出来。王子邱胜翊带领现场民众大跳鼓棒有氧。图记者陈明安社，2018万0407。艺人王子邱胜翊自节目《模范棒棒糖》出道，近期在戏剧圈表现亮眼，深受许多粉丝喜爱。今七日下午，他现身松山文创园区广场，响应7/4的世界健康日，邀请百名粉丝大跳鼓棒有氧。王子更自曝在练习跳深蹲动作时，裤子直接爆裂，他大笑不以为意，还坐车回家。王子邱胜翊带领现场民众大跳鼓棒有氧。图记者陈明安社，2018万0407。王子表示很少做有氧运动，接触之后才发现跳有氧运动很累。他也大谈练习糗事，表示在跳一个深蹲动作时不小心把裤子撑破，还刚好破在正中央，被问有没有东西掉出来。王子大方说，那个洞不至于大到掉东西出来，笑翻全场。下周4月14日就是王子的生日，王子最近都在筹备生日见面会的表演，并透露现场将演唱20首歌曲，还会唱一些早期的歌，亦将邀请嘉宾同台演出，要和粉丝一起度过最后一个二字头的生日。王子邱胜翊带领现场民众大跳鼓棒有氧。图记者陈明安社，2018万0407。